三年啊，是伊咧教授迄搭美国嘅国会哈佛图书馆。我以前有一条密约，是当初的斯大林，甲希特勒秘密签合约，将这三公卖给苏联啦。伊摕到这个副本，爱沙尼亚人甲苏联讲，咱的国家兴难啦。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是向苏联的街头将伊国家套转来啊！你敢知啊？台湾今要做代志，就是要在街头内面将台湾共和国套转来，你讲是不是呢？台湾人到今嘛还袂撤，台湾人啊撤，今游行是三万人、五万人啦，但是不要紧，这个火车啊一定。火已经烧起来，我相信慢慢火一直烧，一直烧，一直烧，愈烧愈大。台湾共和国会在街头成立。啊，你若要选举的，你民进党要选举，咱嘛甲你做选，你嘛要选举。但是真正国家的建立，绝对在街头，唔是咧选举。大家爱记好表，绝对在街头，才有法建立家己的国家。大家加油，多谢各位。